不太能理解，因为我觉得台湾人这方面呢很矛盾，为什么这个神可以色没有关系，可是人色就会变脸？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双重标准。小那边有一个辣妹，她直接在四面佛前面就热舞起来了。哇哦！你有看过就是这样子在神明的前面？我是没有自己看过，没有在夜店有看过。在夜店不是跳给神明看的啊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突兀哎，有点不搭哎。吃饭后你看看少侠现在在干嘛？我开了他的那个 H， 你知道男生怎么看女生的 H？ 不知道。就是会先滑下去看大概哪些照片是最露的，然后就特别点那些。我比方说这张好，可是他就是在我们就会看哇有没有海滩照，有没有比基尼照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的好友，如果你有拍影片就会显示最近谁看了你的东西，所以如果你喜欢那个男生，你可以看他有没有去看你的影片，因为照片他没办法，你看不到谁看了你的照片，你只看得到 like，可是影片你看得到谁看了你的影片，我可以看得到谁看了我的影片，对，不是动态，所以如果你比较露一点的照片，你就可以观察一下有没有谁来看，对，所以我回去要看一下少侠有没有来看。哎，抱歉，因为我已经透露了我自己的秘密，我也会这样。我真的有不太能理解，因为我觉得台湾人这方面呢很矛盾，因为一方面觉得性是很脏的东西，可是神喜欢它突然变得一个好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它没有意志性。路人穿这样子走在路上，那你们就觉得不 OK？ 可能会被很多阿姨啊什么，就是被投以奇怪的眼光，会说：“哎，小姐，你怎么穿这样子出来？”但是现在他是跳舞给神明看，就比较觉得 OK， 还愿意花钱请他来。而且神明本来是人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人可能是色色的，大家觉得他本来就很色，所以他喜欢看这个，我们就给他想看的。那为什么这个神可以色没有关系，可是人色就会变脸？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双重标准，就是要么我们就公开讨论，大家都有性欲没有关系，你控制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。对。但是不要觉得这个是脏的，是不 OK 的，我不太喜欢这个。你们不要伤害别人，你们相信什么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我完全不会介意。如果你们因为信仰而可能失去很多钱，害朋友或家人，这个就不 OK。 有一些人会过头，会可能那可能该给小孩的钱，我是比较需要钱的人，就是你明明已经可能收入不是很好了，对，但是为了说要你去可能冰箱有钱，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吃苹果呢？他没有身体的，现在剩下的就是他的可能灵魂或是什么，所以他人吃饭是为了保活下去嘛，但是他已经不用吃了，他也不会去上厕所大便，所以他根本不用吃东西啊。如果他们的存在，我不会说他们一定不存在，也许他们存在，我不会想否认这个可能性，对，但是如果他们存在，他们绝对不会吃饭。为什么绝对不会吃饭？这个是物体的东西，但是灵魂不是物体。也许他吃东西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啊。那他为好，他为了什么东西吃饭？为了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为了营养成分吃饭，对，不是为了灵魂吃饭。所以如果你的女朋友来做这个，我不会介意。如果她赚很多钱的话，我觉得很好，为什么不？对，她没有得罪任何人。所以刚刚他有偷偷跟你讲说他一场多少钱，你现在要不要偷偷的跟少侠讲？他真的有跟你讲，他真的有跟我讲，他来我耳边，不是效果，他以为他来咬我耳朵，我以为他随便讲，他真的有讲，哇、wow, ，OK， 那可以讲吗？我可以跟他说啊，你偷偷跟他，因为他说不要在电视上 ，OK， 好，不要告诉。真的跟我猜，真的跟我的费用差不多哎，哇，我猜得很准哎，你怎么猜的？哇哦，怎么样？他真的赚不起，是不是？如果每天有三四种，哇哦，赚翻了，真的，很厉害。我觉得少侠很厉害，我觉得少侠的眼神仿佛他自己想要去做，我很自己去跳。如果我叫女友，我很想鼓励他做这种事情。开放男舞者，你要不要去跳？然后就像刚刚那个费用哦，一天3到4场。如果可以，我问你是，我完全不会跳舞。
我真的会没有人想要亲我，大家觉得太难看了。但是如果有人愿意的话，好啊好啊，来啊来啊，给我，可以。就你现在听到我你说的哦，你说的哦，真的啊，真的哦，对啊。如果有人给你，你就会愿意跳吗？我们是实境哦。对的，你说了，我们就会带你去做、哦。对，那钱就是我们在谈嘛。你知道我在哪里有看过这个东西吗？在哪里？在美国的 strip club。 在你不是 club。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，对我来讲有点奇怪。我们在信仰教堂要很保守、啊、对，可是台湾确实相反，就是刚好在庙就突然可以比较开放。